在这边已经110了，到那个后里交流道都可以开110。对啊，开不到。也会录进去，不过没关系。下午是3:30考完了，应该是会出去一下，所以可能晚上可能不会吃，但我还在考虑。有可能不会。应该只是就市区吧，台中市区就看去台中市区。如果没有什么好话，或许我就早点回来。台中的那种，第一个公车好贵啊，台中公车好贵，20块吧，是公车。20还是25，我忘了。然后那个高雄市公车一段才12块。然后新竹市公车一段15块，桃园县公车18块，台北市公车15块，那就台中的特别昂贵。地方就是高铁免费专车有经过啊，就是那个黎明新，但是要从黎明国中走到黎明新村站呢。前站蛮方便，还算 OK。不知道几点有车？是那个最主要是台铁的，因为他那个公那个免费接驳公车都是以高铁的时间为主啊。台铁会有接到吗？不晓得。不好接。高铁多久一班车？一个小时看什么站啊？以台中，就是左营、台中、板桥、台北这四个站，大概一个小时大概有4班。对，大概都有4班，三到四班，有时候尖峰的时候，有时候甚至到5班了，算相当多。但是像比较次级的，像桃园、新竹、嘉义、台南这四个站，一个小时大概是2班，比较没那么好等。不过好处就是，因为它那个班表都很固定啊，大概就知道几点的某个10分你就有车，好比说某个。不管是几点，只要是28分，一定有车，有可能是这样子，就不用记太多，就很弱，不用去，不需要，只要记一个小时，就可以推测到其他的小时。